乱七八糟的，他在中国的根据都给我打给我，重视这个骑士，动不动就决斗。小日本山崎大队长，听着，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，精通剑道。李团长认为，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。马丁，走在堂上，下给个口令。 好身手兄弟，干得漂亮！看我的，小日本来呀！又他妈出现两个，这两个包圆了，那不行，咱俩平分。不成，俺包了，平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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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我们要把警局铲平，能用枪的尽量用枪，你对战刀。 旅长，独立团报告，山西大队全军覆没，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。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？要是早让独立团上，伤亡兴许会小得多。哎，你还别夸他，这小子不仅夸，一夸呀准出事儿。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，徐总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，还当面夸了他几句。 说他打仗鬼点子多，得，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。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，李云龙筹不到粮，干脆就纵兵抢粮，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。<笑><笑>李云龙这个兔崽子，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。 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他娘的！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？啊，给我站出来！老李，兄弟，你小子上台，让咱唱了出好戏，一雪前耻啊！山崎这老小子，让机枪打成了筛子。 就剩下这把刀了，美中不足。兄弟，安心养伤吧。大将，副总指挥来电，说情况紧急，命令我们撤出战斗。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。兄弟部队正在打援。哦，一个山崎大队。 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，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。何止一个旅团啊，整个华北地区都打翻了天，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了战斗，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！总指挥说，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，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。 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，他胃口不小。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，他拿什么钓鱼啊？撤蛋！兄弟，放心吧，安心养伤。团长，挂彩了。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枪，真他奶奶的晦气！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？阵亡5个，受伤8个，还好，伤亡不大。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，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。团长。 这没办法，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，最后发起攻击的。可是没有马，我们野比步兵快，这徒步的骑兵，他到底还是骑兵。<笑>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，我心疼啊！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。团长，您说要枪毙案，俺来了。团长。 你小子够混的，咋一根筋呢？那政委让俺干啥，俺就干啥呗。这个警卫员当的。
哎，我说和尚，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？哎，成啊，团长跟俺连俺肯定兜着。那政委那儿怎么办？这你就不用管了啊，跟着我干。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。哎，团长，旅长指示，独立团立即出发，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，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。知道了。政委，老赵。啊，团长，有什么情况？没什么事，咱们出去走走。走走。你没什么事吧，团长？啊，别团长团长的，叫老李多亲切。你那次不说了吗？等那次仗打完了，咱们增进一下感情。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。我说老李啊，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？啊？看你说的，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？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，大学生，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。这我得判断一下，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？从你的话里边啊，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？啊，你看老赵啊，你小子没意思了吧？啊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，就是心眼多。我可是真心话。老实说，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，心想得，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，啊，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，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。我看出来了，真够阴险的。你小子也不含糊啊，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，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。150米的距离啊，三枪撂倒了三个鬼子。我说嘛，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。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，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，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。